来，小松。谢谢阿姨。你爸妈来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谁知道你会过来？看你在我爸妈面前还敢不敢欺负我？小宋，来喝点鱼汤。哦，好好，谢谢阿姨。我自己来。老陆，我们走吧。为啥呀？这么多菜还没吃呢。你不是约了人夜钓吗？夜什么钓啊？钓了一天了我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你干嘛呀？好啦，走，你们坐啊，快走。爸妈，阿姨，我，宋总，这是李博士提交的监测报告，数据显示，您的睡眠时长和质量已经开始趋向于正常水平。也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。当然是应该开心呢。小车长，宋总，您要求婚？求什么婚？还没复合呢。什么？我说，我俩还没复合呢。啊，复合呀？您问对人了。我拿手，坐。送花，俗。送包，俗。包游乐场，更俗。看烟花秀，我说你敢不敢再俗一点？包个游乐场，让他拿着你送的花和包一起看一场烟花秀。喂。张总，听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去非洲喂蚊子的项目要找人是吧？我这……那个人不去。宋总，您说话就说话，打什么电话呀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手上还有一张王牌没有用呢。罗恩童，你可千万要忍住，不能答应，不能答应，不能答应。喝点什么？我不答应。啊？没事儿。我喝果茶就好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签的协议吗？根据协议的要求，在病情没有好转之前，你都必须配合我的治疗。我们手上还有一张王牌没有呢，陪睡协议呀。您只要跟他说您的失眠症还没有好，根据协议他就得回来跟您一块儿治疗，这个过程中不就有复合的机会了吗？所以你今天叫我过来是为了聊协议的赔偿啊？是啊。不是，这真的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做一些睡前按摩。这什么味道啊？刚涂了一些助眠香水。你还没睡啊？我出来溜达溜达，我现在就去睡了。拜拜。晚安。
弗罗蒂娜，恩人，一个人？你谁啊？哎，让开！一个人喝酒多无聊啊，陪哥哥玩会儿。别碰我！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兄弟，打女人可不太好。那老子就打你！叔、哎、尊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对不起啊。喝多了，赤足，你没事吧？你流血了。没事，小伤。不行，会感染的，我给你处理一下。真没事？很严重的。